Paper Alchemy。九令不要看，哎，不过刚刚你已经看完精华了。话说从头，23号下午，苹果新闻网在信义区捕捉到阿 Kimi 孤单的吃着便当。没多久，他的万年好友锦荣就出现了，不过气氛好像有点怪怪的嗦。想到锦荣一开始就是半个小时起跳，难怪阿 Kimi 整个不耐烦。但是我们锦荣不是省油的灯，直接 love。女生最怕这种霸气的吻，好啦好啦，都原谅你。不过锦荣在大庭广众之下奔阿 Kimi， 这交情应该不是你们口中说的那样哦。我们有很多的同样的兴趣，每个人会说我们有那个夫妻恋，但我觉得我们就用那个兄弟恋。锦荣是不是男朋友？他是我的男的朋友，他是我的男的朋友。这些你们应该无话可说了吧？娱乐动新闻，不要告诉我。听一下国际礼呀。加入好评友会员，只要用脸书或是 Google 账号就能一键注册，也可以用电话或 email 注册，限时免费。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。